里面传出一种声音，听起来多亲切。悄悄地啊走过去，啊张大了双眼。李老先生背着竹竿弹着弦，看他辛劳弹着棉花，一点也不娇怨。民间手艺流传下去，才对得起祖先。前他家一直开着那棉被店，祖传八代延绵不断，经过了三百年。叮啦当啊叮啦当，弹着他的弦，就像他的皱纹布满他的脸。因为他的辛苦，才有温暖呀的冬天，有份感激有份钦佩，充满了心田。祖先。